愚蠢的意气是上面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万卦。这个大陆上一直流传着关于上古妖精的传说，这个妖精的种子我一定能种出来。听见了，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拿你的生命来交换吧。不能再退缩了，我要做出决定该做的事。还敢嚣张？几百年的传说，那就是妖精。